大家好，我是王狗。今天是关于万圣节的交换礼物企划。我们有 H 创作者，我把名单放在简介栏。那我们要来万圣节交换礼物的游戏。对于万圣节的由来呢，我第一次听到是觉得还蛮神奇。其实这个起源有各种说法。其实这个节日是在11月1号，其实大家都习惯过10月31号的万圣夜。而且大多人公认的说法是起源于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他们庆祝丰收的节日。凯尔特人相信十月的最后一天是夏天的结束，冬天的开始，也认为说这一天会有非常多的恶鬼出没，所以称其为鬼节，也就是万圣节。那他们传闻死去的灵魂呢，会在这一天离开阴间，所以这一天其实就大街上就会格外的危险了，因为到处都是鬼魂。为了吓走或要让那些恶灵大量的肆虐呢，把自己扮成像鬼一样的形象就好了，在这一天才会一堆人都戴上一堆奇形怪状面具，穿上一堆很酷的衣服，游走来游走去。没错，这就是万圣节由来。今天呢，就是会有两个礼物，一个好一个坏，是把我的好礼物交给妮妮如，坏礼物交给阿神。边收到的好礼物是黑羽给我的好礼物，妮妮如给我的坏礼物。这个是黑羽给我的，是妮妮如给我的，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开来看过。我其实非常的期待这两个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先来看黑羽吧。这个是一个漫威反派绝对屠杀的公仔。漫威屠杀绝对反派，我觉得黑羽非常的有型，因为有时候他会来我家拍一集关于挑战注意天会不会发生什么灵异事件的都市传说。到时候来我家，他就会看到他公仔就供奉在我家的，绝对是很重要的位置。看一下里面的样子，我来看黑羽的这个，觉得应该还蛮屌的。感谢猫图。没得敌，礼物队其实还蛮帅的哦。谢谢黑羽啊！哇，而且里面还有第二层呢。黑羽还写了一封卡片。兔王狗，听说完了身体里都有灵魂，静待豆腐鱼去探险。猛毒的话真是我一直被吓到，觉得它好适合当好礼物。XDD， 还是黑羽的语气哦，有声音。我从这里看到一颗头，然后黑羽称它的名字为豆腐鹿。我觉得还蛮有心的啦，的确是很符合我频道的形象，我会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再去 eBay 上买一只来陪你。看妮妮鹿的礼物，是用狗，跟我的名字刚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蛮感谢他的用心的。靠！我吓到了，这礼物我会是有阴影的，你知道吗？我把它打开来给你们看一下，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一只一只的嘞，不要这样子好不好？真的没办法，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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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怎么那么多啊？这样子我还是得把它开完了。抱的是怎样啦？天哪，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这真的是很 bad、很 bad、很 bad 的一个礼物，史上最坏的礼物。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等一下手一定会碰到那个蟑螂。有没有蟑螂？有吧？我看一幕。果然，超大只的蟑螂。那我，掉出来。哎呀！哦。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很棘手的礼物哎。我把它盖着。我捞出了一张卡片，幸好它放在侧边，不然我真的是不会发现它。Dear 王狗，你的 Buddy 跟我说你很害怕蟑螂，教你个妙招，通常长时间看着自己的东西，好像就不会那么讨厌了。好了，希望你不要打我，祝你有一个难忘的万圣节 ，Happy Halloween， 乖你妮如。对，是不会想打你啊，只是我好痛苦哦。今天这三个就是我的万圣节交换礼物所得到的东西啦，谢谢妮如，谢谢黑羽，耶、yeah。